开始了，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中角人，耶、yeah! yeah! ！我们这个假期哦，也是出外踏青，我们来那高雄大树区的旧铁桥湿地公园，也就是那个去年双十国庆这边跟那个屏东对接能够看烟火这个公园，它、啊、这个湿地公园真的蛮大的，啊，蛮适合户外踏青的。啊，就出来走走咯，他们路上遇到蛮多人的，啊，戴帽子防晒还要防蚊液，这边应该蛮多蚊子的哦，我们走走看看。好，去拍去拍。来，等一下。鱼站在门口，鱼站在门口那边，那个门很漂亮。它里面做得很漂亮，嗯，你站在乌龟那边啊，我怎么在一家有这个东西了，好，等一下，我们去那边。很漂亮哦，这些都是瓦嘞。不要动我，我慢慢的拍。来，走开一下。Thank you.
上有什么饮料可以喝啊。你好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是 YouTuber， 我在拍。嘿。我怎么在我家呢？对，装潢的装潢啊，就是装潢的视频。我甲嗨起，嗯，来啦，帮我们推广一下我们的照啦。没问题。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的小照，哎，还有 T 恤，这两个是我们的最有特色的东西哈。来，给你做一下，解说一下。来。好，来我们 T 恤这一组，它就像台湾版的高级吗？里面有水泥、海绵、小棒棒，工具、材料都有，可以自己设计不同的造型。好。然后这个都是样品，这个都是样品，它可以当工具哦，也可以种植物，超级适合。电焊枪、熏香炉，啊，上面有磁铁。还有材料包自己盖，还有真的可以煮的灶哦。哦。哎，一烤灶，一家人，你看它的意义很棒。哦，你讲在这能够煮哦，真的能煮哦，哈，用蜡烛是保温，用酒精木炭是真的可以煮。好。很实用。你看里面都有点火，都有材料包可以自己盖哦，自己盖很有成就感。很棒，港东屋，不错，我看看有什么。嗯。好，有动。Thank you.
可以，等一下，我要拍这个。好，走了，走了，走前面，我拍你。走啦，我这边走就好啦。想看看。走啊，走过去。不会，走。走前面，来毕业来。好，走。看一下，我们有需要走到尽头吗？嗯，尽头好像很远。对啊，给他们看一下尽头吗？嗨，今天的那个大树旧铁桥之行到这边应该还不错吧？家人来这边看一下，但是真的很热，很热。防晒跟水一定要带够，就这样子哦。喜欢的话记得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、开铃铛哦。拜拜，拜拜。看一下，哇，很漂亮。等一下再走过去，走咯，但是很热，真的很热。